聊不了，聊不了，可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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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我们找个地方聊，好吧？ Okay. 我们找个地方聊。OK， 我是大白哥。坦诚局还是怎么说？坦诚局呗，坦诚局。OK， 坦诚局。OK， 怎么说？你说。哎呦，这让人做完了。你说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说。懂了吧？你说，哎，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，刁大爷，聊聊聊聊。小温，你在门口守着。我在这等你们，守着。你什么人？谁先出？都过来了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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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好多人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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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OK。好，秀才，这把我认你认到底，好吧？我信你，就信你这一手啊！就是你这一手，怂了，干啥？好不好？怂了。秀才，我只认你这一手。还有小温，小温，你跟我这把是铁刃秀才，好不好？我来做，我这把铁刃秀才，我来做，不要进来。OK， 我这把铁刃秀才，秀才，我们上走，做那边的任务。铁哥的语气，好吧？铁哥语气不对，不敢跟他走了。我怎么语气不对？OK， 做完了。这样，小温，你认不认我跟秀才？我认。OK， 刚刚已经 OK， 跟你们互报了。好，行，那既然认，那就认到底，好吧？跟我刁的一走， okay. 我刁的一次把带队。如果你选择认了，好，我们就认到底。好的，不要搞任何花里胡哨的。哎，对什么对嘛？是的，你妈走狼堆里头。对的，首先，天哪，你跟我走。你跟我走，他在天天啊。OK。哎，来不来一个？我踩的。哇！可疼，我踩呀！他会死吧？搞错了，他真的是。那个，直接马老师和那个谁呀、啊？我没看到，我只看到那个马老师，他先把你先把那个。搞错了，他搞错了。然后我想应该不是我猜一个，当时船他也倒地了，旁边的人。还有个人，双蓝那场，团直接倒地，因为我只看到一个仙的尸体，只看到一个仙的鸡腿，然后团，我是踩到团的那个鸡腿抱了起来。马老师他是铁狼，当着我的面刀的，过。刁的一发言，修改这把打得非常勇猛啊，起跳出来打我为铁狼。那么你利用了一手心理学，你认为你修改发言。在场的好人肯定会打我刁德一，对吧？这时候打得非常妙，你成长了，因为你这么一说，他们肯定会信你，不会信我。无论我怎么说，无论我的逻辑说成怎么样，他都已经投票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怎么说都没有用，你成长了。虽然你是成长了啊，但是你们这个把我票出去，这个修可爱，你们是必须要出的。我看啊，死了1、2、3、4，4个人，死了四个人。行吧，那我自报身份，好吧？我是模仿者。这波修可爱打得非常好啊，全票挂这个修可爱，过了。全票挂这个刁德一，修可爱挺好。刘可爱挺好，珊珊挺好，这两个人我认，然后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牌，然后你们其他人聊一下信息，听出来聊一下抱团的情况，死了这么多，先好人全把这个刁德一打飞啊，过了。我和包包和珊珊一直在一块儿，基本上后半程一直在一块儿，前面就是因为太多人一起走，我觉得行程没必要报了。那个，如果是模仿的话，刁德一，那应该是你来拍景，而不是秀可爱来拍景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看到你是红明，他是个狼，他到了之后立马拍，所以我觉得是刁德一是狼，好过。是他也是工程师。OK， 那我发言。那刚刚都说秀可爱已经说想双狼双刀，那秀可爱旁边那个人是谁？除了刁德一、秀可爱，还有柯团在场，还有一个人是谁？那就秀才和小温里面出一个。最后报警前几秒，我是在那个饭堂门口啊，法院门口这个地方有两个尸体倒在那里，我是在懵的看着的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像警长互枪，两个尸体躺在一起，然后就报警了，这是我的那个路线过。
那你王大某铁狼啊，有私底不报，然后你又说我跟小温其中一个，我都没在他们那边，我自己在警察局来的啊。那你王大某这聊的什么？一定是你在那个丢的一身边的啊。我聊就这么多。在我这儿修可爱报警牌为好，然后丢的一是狼，然后王大某第二个狼还能踩我，那你就踩小温呢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你竟然胡牌一个。在我这儿王大某不做好啊，过了。大某的话是我和我包包好，全场好人包包肯定是那个好人，我肯定是那个好人，因为我为什么直接给丢的一上票了，因为我一开始我自己在那聊天，然后报了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呢修可爱这边报警位，那马老师这波走的，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他们里面出都行啊、我觉得你们看着投吧，我这不是归票位，但是我操，等一下，我很烦。等一下，我再捋一下啊。修开始，包包是红猪，能跟他半个。真的是戏演全套啊，师傅。哇！哎呀，肯定是大谋了呀！刚直接说我们，而且我是在最后面的，我只听到了修凯的声音。哎，头大谋。到底被拆死了，过。我哎呀，哎，秀才，如果刀对了就好了，我把他拆了，再死就不会了。哎。我还没拆了，我还没拆了。对，师招哇，师傅你演的很怪，这招很精髓。你肯定骗到他们了 啊！真的假的？嗯、这能骗到？因为王大伯被出了呀。这招挺怪的，其实这对呀、啊，就是你啊，王大伯被出了。因为怎么说呢？那个节点不是你发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在那里说的，我要被拆了，我要被拆了，然后嘣，你能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我瞎说的，我随便拆一个。这也行啊，这也行啊。就如果说是你发言的时候，投了几个。哎呀，谁投的王大谋啊？哎，我投的马老贼啊。有余额。哎，我说我还被拆了。看监控，看监控。我开玩笑的。有个余额投我，有只余额投了我。哦，我投的什么？看监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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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录像，看录像，我要去看录像。看录像。哎，我双狼投了他，还有一个不知道。你妈进了个狼堆，进了个狼堆。OK OK， 一开始进了个狼堆，晕了。